觉得自己身法很优雅。还有骸骨，得破个骸骨。还有这个炮车，破个骸骨先。不打你啊！真当不打你啊！真当不打你啊！这三个敢不交，胆子是有点大哦。就不怕我揪到你吗？你走不走？我就问你，你走不走？知道你要玩这招、哦。建建塔，哪里跑？舒服。修两下。给我 E 一下小艾克。哎呦，你还有 E 上来，胆子大，就跟你打三环，等你护城消失我一个 WQ。 哎，难不难受？躲个 Q 修一下，给你 A 三环，一个大招 A 你一下，等你护城消失我再 A 你一下。哎，完了，这波整个点燃差点省出事了。打大招，等他护盾消失不敢来吃这个护盾。哎呦，怎么有锁？没锁先拿走，别慌，这波杀不了我，等他 Q 我，我再 Q，等他 Q 我，我再 Q， 反向逃生拉走，还要回来推个中线，你再追你要死，兄弟，杀我是不存在的。来，一起把线推了，你别这样推啊，你推线不是这样推的，兄弟。六级了，我去哪了？你想杀我吗？你们两个还想杀我吗？来嘛，你有大招，我怕你？你想清楚，我的圈快还是你大招快？走不掉，干嘛？没蓝了，你想清楚啊！你没蓝的，就这个血量，打野你敢来，我就敢杀你，真的。这个人鞋都不买吗？这艾克，他好像不是很虚我的样子，他并不是很虚我，我看出来了，感觉他没有畏惧我的意思，吓他一波。吓他，我不上。
其实可以直接上，但是我想勾引一波打野。哇，你胆子太大了，你还想单杀我啊？哎呀，我一次不死没了，好帅了这一波，没大招啊。想操作，来。你一个中单为什么一直不来团，兄弟？不是我刚上路单杀完剑姬，拆了个塔。哇，这有梦想，还真大回来了。就打呗，对面打野都去下了，大龙不要了。哦，这就能空的吗？你还过来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一撞墙了，他一过来他要死。我都准备反秒你了，结果你遇撞墙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别皮，我真的秒你，我不想秒你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呦我操，我失误了。你真不怕呀？真觉得你很肉。锁我吗？来，你再跟我拼反应，想 Q 闪直接一套让我放不出技能，农夫三拳，但是我的 Q 很快，反应很快，他接不上大。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下满血了。哎呦，你挡一下吧，兄弟。有盾，我死不了。我以为我要死。
你别惹我。你们两个想干嘛呢？闪现背我吗？闪现背我，我就知道。没有用。我想说的是没有用。还在操作，哎，怎么没闪 ？Q 闪不了我，想卡死也 Q 我。哎，在草里。妄想操作我。别追他，别追他，最近有点会玩的，他装备挺好的。我想给他来波血条消失术，瞬杀术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你在 A 什么？结束吧，下一把。没点六元的兄弟可以点一波右上角的定语啊。